是山呐、啊，那边是山啊。对啊，所以才会说很危险，因为如果塌方的话，这边一整条路都会直接不见。那真的蛮长的，很长啊，很长啊，非常。有一个洞啊。下一次再来挑战这个苏花公路。今天是2月28号，是我出门的第27天，然后我今天要回家了，然后回台北的家，昨天在礁溪这里住一晚。我们看宜兰的天气非常之好，然后本来昨天想说今天可以走北宜一小段，但是家里有点事情，所以我要赶快搭车回家。人生中可以环岛过几次嘛？嗯，那至少我觉得我陪着他很好啊。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很想陪，但是因为到家了，结束我的27天之旅，回家了。干嘛生气？